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环节。告诉他们，我想不到啊。你是在什么 party 吗？我碰着有一个哎，等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你不是 OK， 我就是在偷拍。他连门口抓到还那个。举办 Wolf S 同名专辑签唱会，现场经过多到塞爆板桥大圆板，连二楼都站满人。像我自己第一次参加签唱会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没有在那边看过这么多人，所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很开心。5、6年前吧，那时候个人我好像没签到六个，可能差不多。就那天的底下真的是非常。因为我们每一场都会记录，就是可能比较有趣的粉丝的状况。然后记得有一场，然后那个粉丝就很兴奋，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就说：“伟杰，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？”然后想说：“好吧，不要让他太尴尬。”我就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工作蛮大的吴俊卿也将在8月登上台北小巨蛋。脱的部分，这个诺言啊，我据说最近就是练得很勤，然后还把腰给拉伤，使用过度。那这样还可以跳舞吗？所以今天我们有先把月面着陆的钱拿起来。有吗？有。肇事者，他是受害者啦，受害者。我们 peace 唱，我说好，月面结下比较好的嘛。希望可以这么多人，果然结果我们不负众望，每一场都爆满，所以我们在边签的同时都觉得一定要把所有的专辑都签完。手酸那个部分，我觉得根本不是问题。对啊，是。对啊。我希望我们的手很酸。对啊。对啊。